岂不闻烈女怕缠郎？我叫你阿旭成吗？阿旭啊，阿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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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阿旭，你干啥？你就让我搭一程便车吧。阿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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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钱！阿旭，你就让我花花你的钱呗。阿旭，哎，阿旭，你去哪儿啊？阿旭，你别走那么快嘛。No， 离我远点。阿旭，阿旭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大哥行。哎，在呢。你就别酸儿。阿旭啊，请你喝酒。阿旭，陪我去逛逛月凡楼吧。咱闹性命卡门。阿旭啊。阿旭，阿旭，阿旭，翘门呢！我就是觉得活着，给太阳晒着，还有个人的名字给我这么叫，真的挺好，是挺好的。回叔，阿旭，上了车，你将他们碎尸万段！阿旭，我是个恶人吧？心地向善，便不算恶人。过去的事情也算了。阿旭，我们若是能这么天长地久，在四季山庄住下去也好，有何不可？一个天窗之女，一个恶鬼头子。老板，得君为友，不枉此生。幸得君心，死我心。你为何要帮他？我是在帮你。太迟了，他们已经都死了。那我就成全你。你不配，谁都可以审他，你配吗？本座身为鬼主，势必祸乱江湖。温客行必须要杀。是一个一个来，还是一起上？从前我觉得你太过于偏激，被仇恨蒙蔽了双眼，刀不砍在自己身上，不知道疼啊。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温客行今日便是要将我父母遭受的痛苦磨难一一还施彼身。我好高兴啊。我其实原本是想回到这世界，也想回到我自己，幸好遇见了你。你陪我好不好？我陪你。阿香阿香，和你归隐山林，过神仙般的日子。阿香，我四季山庄的人你也敢动？傻子，你来做什么？来跟你这个疯子死在一处。你身上有光，我抓来看。阿旭，他都快死了，我有一个法子可以救，要用你的性命去换。